奴婢斗胆，请贵妃娘娘宽恕他。姚典慎，不要仗着微末的功劳便如此放肆，这不是你应该管的事。贵妃娘娘，您曾答应过奴婢，若奴婢帮娘娘再次见到陛下，可许奴婢一个心愿。奴婢请求娘娘宽恕他。 你的心愿，你这么着就浪费了吗？娘娘，苏思善有着天底下最灵巧的手，娘娘不是也很欣赏他复原的辋川图小样吗？这天下间除了他，再也没有人能复原如此精巧的图了。 快让开！请娘娘遵守诺言，成全奴婢，宽恕他。走。